Tech Podcast 悠悠掌声。こんにちは，大家好，いかがお過ごしでしょうか？欢迎大家收听云林最丰富的声音云云众生，我是云云众生主持人金井港，我来自日本。大家有没有去过国外的便利商店？大家如果去国外旅行的话，应该不太想去这么普通的地方吧？但是其实每个国家便利商店的样子完全不一样。像我国小的时候第一次来到台湾，那时候对台湾的便利商店的印象就是很臭，一进去有闻到很臭的味道啊。那时候我完全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东西。然后长大之后呢，再来台湾留学嘛，然后再进去便利商店才知道那个就是茶叶蛋的味道，现在觉得很香啦，我蛮喜欢的。但是我是觉得台湾的便利商店没有什么特别的特色啦，就比如说全家才有这个东西， Seven 才有这个东西之类的，其实很少看到。那日本的便利商店的话怎么样呢？其实日本便利商店是热烈竞争中啦，他们甜点做得很好吃，比蛋糕店还好吃啊。然后呢，便当也超级多种，也有那个就一般日本的便当啊，或者是意大利面啊、拉面啊都有，就蛮有趣的。然后呢，热的也有，就炸的东西啊，比如说唐扬鸡、可乐饼、香肠，还有冬天的话有关东煮可以吃。然后有些便利商店的话，双麒麟也很有名，有甜甜圈啊之类的甜点也有。其实呢，大家去国外的话可以逛一下那个便利商店，那个国家便利商店还蛮有趣的。好，那我的废话差不多了，今天也差不多开始咯。今天邀请到的校友是以前就读云科大继续及职业教育研究所斗六乐林学习中心执行长吕怡珍学姐。学姐您好。你好，大家好，很开心可以来到我们云林之声来为大家去说明我们的工作。那我目前呢就是在斗六市的乐林学习中心担任执行长一职。那因应政府的政策呢，一乡一乐林，所以其实在全台湾当中每一个乡县镇市都会有不同的执行长去办理乐林学习中心的课程。那乐林这两个字呢，相信大家听起来对于年轻的人来说应该会十分的陌生，但它主要就是针对55岁以上我们的长者去做一个第二人生的规划。所以我在相信当中，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或许都会有迷惘，那没关系，你在你的初期的人生当中不知道做什么，那我们也可以在乐林学习中心掌握你的第二人生，为你开启不一样的一片天地。这种大学生也可以去吗？大学生我们会鼓励他来担任志工，然后去了解，对，可以先预先了解自己的父母亲未来退休后的生活想过什么样的模样，那也可以提早为自己的退休做准备。所以就是结束工作之后的第二人生的规划的帮助这样子。对，因为其实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那或许在工作退休之后我们没有其他的重心所在，那如果我们没有现在可以赶快的去理解我们未来可以怎么规划安排，那可能懵懵懂懂的又进入了家庭，又可能浑浑噩噩不晓得该怎么样的去创造或经营我们后半人生，那或许会有点可惜，或者是也会因应的你可能会觉得丧失了生活的重心以及目标。我完全没有想过结束工作之后的人生。我觉得呢，我们的那个金井港同学我们可以多了解一下，因为其实呢日本呢在台湾当中就是请我们是非常接近的，
但实际上呢，我们常常会在这个领域当中都会说到，现在日本或许是未来的台湾，尤其在人口老化当中，那在日本上有所谓的下流老人，也就是他们退休后，然后可能在疫病的环境下，他没有得到很好的政府保护措施，那他一辈子的财富可能很幸运的赚来，却都花在医药上，那所以十分可惜。所以在乐龄的出发点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可以让我们除了有自己后半人生作为预备之外呢，也可以去延缓我们的失能，然后让我们有更健康的人生，让他在病床上的时间可以更为减少，把更多时间放在健康和自由自在的向往里。那现在的大学生是因为就还算是年轻嘛，所以应该没有想过就是之后的人生，可能大家工作完之后应该开始想。我觉得现在永科大读书的学生可以去找学姐，然后先了解一下，也是一个我觉得蛮重要的事情啊。对，其实我觉得呢，在亚洲的社会当中，我们花非常多的时间都是在别人的期待当中生活着。像小时候啊，我们会期待父母给我们的一些目标，可能要考好成绩，然后读到哪一间学校，甚至学才艺都是父母给我们的方向。那我们等到学习过后毕业，到了工作的职场当中，是符合上司老板的希望，甚至是为了另外一半或是家庭而努力。那到了最后的一步骤，退休生活，我们刹那之间可能会失去了重心，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该再为谁而活了。可是要想一下，我觉得很推荐我们现在的大学生呢，可以好好的思考一下未来的人生，你将是为自己而活。或许现在我们有太多的枷锁所在，但是在你往后退休生活当中，你才是能有一个全新的机会去掌握自己。那也可以从这个当中来思考一下，至少你有一个比较正向的发展，然后也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大家可以去找学姐。学姐的乐龄学习中心是在我们在斗六当中呢，就是我们会在每一个据点都会去做驻足或者去接洽媒合。那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大家可以去搜寻我们的脸书粉丝团，上面有我们一些活动啊，然后还有一些我们的课程资讯。那也欢迎大家学生们可以先来当志工，先让了解老龄化的生活，然后或者是该如何去陪伴长者。但是不用担心，我们不是保姆单位，也不是长照，我们这边呢是健康的长辈，所以我们不需要帮他做任何事情，每一件事情我们都请长辈自动自发，让他们多动多做，而不是因为他们是长辈我们就必须扶着他们走。没有，他们每个人很健康，有的甚至还是有健身的好身体。就有兴趣的话，我们的那个下面那边也有那个他们的连结，如果有兴趣的话直接点进去就可以开了。那我问一下学长，是那个以前是就读永科大的继续及职业教育研究所，在那边学习的东西有没有用到，就去社会后有用到吗？其实我觉得教育这个东西是十分多元，尤其是在我们继职教育学系的这一部分上，从小孩然后到成人到年老长者，其实它涵盖的东西非常的广，那其中包含人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和谘商辅导都可以算在技术及职业教育其中的一环。那其实你要说有运用到，我可以说在你如果认真学习的每一个环节上，你的学习都绝对不会去对你的付出有所白费。那我们可以在乐龄教育上呢，可以套用到我们的终身学习的概念，或者是说我们一些教学策略，然后以及说我们现在最常运用到班级经营管理啊，还是说其他的教学设计，通通可以把它融会贯通，然后把一些年轻人的课程带入给长者。其实有时候换个角度想我常会说，你老的是会跟所有的讲师讨论，
你要想一下，你不要觉得阿公阿嬷必须上什么，自己想嘛，你老了想不要想上这个东西呢？或许我老了也想去夜店嘛，我也想去 party 嘛。年轻太忙了，社会太多的那个想法跟意见，老了我也想要好好的开心跳舞嘛。所以在其他的中心呢，其实有教长辈跳街舞，我觉得十分的鼓舞人心。之后的五十、六十、七十、八十岁之后的人生哦，我也那个录完之后好好思考一下。对，看你要在病床上还是要在夜店内呢？对，我相信大家都希望自己可以在夜店内。那当初为什么是选择云科大上研究所呢？因为啊，我就是在地的云林青年，所以、对，所以就云科大离我家十分的近，我当然选择云科大。如果哈佛在我家隔壁，我就读哈佛了。原来如此，所以就是离家近就是最大的理由。是，当然也非常幸运的，就是云科大有录取上了。你觉得云科大就是在云科大、研究所的话，两三年左右嘛、有没有特别的回忆之类的？真的要讲特别回忆倒好像没有，可是因为毕竟是出社会一阵子之后才又回来校园重新读书、那当然我比较特殊，就是我是以一般生的身份进来而非在职专班的学生，所以我跟许多同学的可能就是一般的学生他们的课程啊以及接触都会十分的接近。那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其实会发现呢，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会觉得自己离开了校园一段时间，然后没有一直保持着学习积极的态度，所以会觉得哎，我好像与这个世代有所区隔隔离。或许在乐鼎学习中心我是年轻的人，但是来到云科大这个校园当中呢，以及在一般生的群体里，我觉得自己跟老妖怪没有什么两样。对，哇、差蛮多岁的哦。哎、不许笑，学姐看起来很年轻耶。因为现在美肌非常好用，我们现在的阿公阿嬷呢也大家都在学习3C， 每一个人都会先问我说可不可以学如何修图跟修片。对，你看不是只有年轻人网红才会在乎，阿公阿嬷也非常的在意自己能不能在遗照上显得更为好看。这个很重要啦、对啊，男生也是要帅一点啊，女生要漂亮一点啊之类的，这个也是一个对自己的要求啦。对、本人不好看没关系，修图要够厉害和自然。常常彼此都会调侃说没关系啊，就是现在不好看不是很重要，但是修图要够厉害，因为你人走了以后呢，离开这世界上，大家会遗忘你真正的样子是如何，所以会用照片缅怀你。所以我们留下美好的记忆就是最大的礼物和馈赠了。哦，这个想法不错耶。所以大家可以赶快积极的教自己的父母阿公阿嬷如何修图。学一下修图好了。那最后我问一下学姐，那个有没有给学弟妹的建议？目前如果给现在的大学生来讲，我们总是会认为时间不够，但是或者是说在这段时间你还会认为自己时间非常的长，所以我说不管在你年轻或年老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想到我们这些事情有什么梦想，下一次等一下再做。所以这边要给大家一句话呢，就是人生很长，长到你觉得好像还有很多时间可以去完成你很多的事情，可是呢我们的人生也十分的短，似乎在一眨眼瞬间就结束了。常言道在长者这边我们都会说无常先来还是明天先来，当然是无常啊，无常它会非常多的变化，而不是我们可以掌控的。或许我们今天还笑着谈天，隔天这个谈话的人可能他就不在我们的身边了。所以我觉得把握当下的每一刻，你觉得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是你的目标，我们都可以勇往直前，只要是正确不伤害他人的事情，
都值得我们去努力守护。嗯，哇，学姐讲的，我们的心里应该还蛮对感动的。好，我希望你们可以了解，毕竟而已之年呢，年龄比你们虚长了非常多，好，开始有点步入更年期的状态，比较多愁善感。对啊，大家那个现在的时间啊，大学生活啊，研究所的生活，学生生活真的还蛮珍惜的。现在好好玩，好好读书，就自己想要做什么事情，要先思考一下。然后如果对自己的未来有兴趣，想要规划的话，就看一下我们下面留言那边的链接，可以点进去找学姐看看。学姐应该给你们很大的收获。好，谢谢学姐今天的分享。好，也谢谢大家的聆听。好，那大家更想要了解的话，可以来看看云科大网站，加上我个人的 YouTube Podcast 也在说明栏里面，有兴趣的话帮我订阅一下。今天的芸芸众生差不多到这里，今天的来宾是以前就读云科大技术级职业教育研究所斗六乐龄学习中心执行长吕怡珍学姐，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们下次线上见喽，拜拜，拜拜，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